从我的主持搭档从吸血鬼换到瓜哥，就是像从地狱来到了天堂。哇！哎，这个组合从没见过，充满新鲜感。从网络转战到电视主持人，首次就跟综艺天王胡瓜搭档，英文老师 Sandra 挑战主持棒。我们永远的时尚教主来教主新梅姐，他是我心目中百战百胜王，他是。天生呱呱就是有一种顶呱呱异能体质。十几年的好友蓝心湄惊喜现身，力挺瓜哥，也给 Sandra 献上最温暖的拥抱。全新益智节目要用智慧换现金，邀请各界顶尖好手来一场脑力对决。网络节目本来他们是习惯那种作业，我那天也参加他的节目，跟电视作业完全不同。所以彼此都算是彼此的老师，一个是电视，一个是网络，对，没有，对，但他很忙，还没教我半课。一边从网络吸引观众，一边则是电视收视保证，资深和新世代擦出火花。这些节目对我来讲，都是给我养分的。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，也给观众朋友一些知识，希望能够让电视再次变成大家喜爱收看的管道，同时学习新知，脑力激荡。TVBS 新闻刘黄林文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